2019年的11月31日，星期四，十月最后一天，社长早餐，台北美食，看到没有？叫个苦瓜、茄子、菠菜、蛋，叫半碗稀饭啊！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、539会员们，奋斗了一个月，我们这个月做的并不理想啊，但是也中了七车，介入了七车，目前又输三次啊，目前输三次，按照我个人统计，你再输一次就等于说这个月中六车，用凹的六车0.1就是赚12000啊，0.1赚12000啊，各位第二组牌我只有叫各位签0.1的，这输不了什么钱的，输赢没有什么钱啊，那输赢赢只多赢一点钱啊，我们都是签两星啊，我这个都有理由，我们赚点小钱，一个月赚个1-2万，零用钱吃个好东西啊。那么社长呢，现在大部分吃饭都是中午晚上都是吃水果啊，下午呢到喝点小酒，喝点小姐，听听歌，打打副词，打发打发这样的时间，要不然日子很枯燥很乏味啊，我要懂得过生活，懂得过日子啊，有问题打电话到0915008814，0915008814啊，恭喜各位今这个月还是赚钱，你跟着我签牌不赚钱，你打电话来跟我，我听听看你怎么签的，千万记住，我听听看你怎么签，你千万不要跟我讲我签三星四星。